这场战争是我命运中不堪回首的劫难。 丢就拉饼，小脚饼那么小，怎么分？我们的目的是把饼做大，有多少土档、粉档、烟档都定好，没牌照的，一律扫清。你不收也没用，你不收，他们不是照样给你？因为聪明人不是知道什么该做，而是知道什么不该做。 上头下了命令，叫我们千万不要手软。香港这地方，谁有本事谁他奶奶大。你说的可真清高，那跛豪还不就是个卖白粉的吗？我是叫杨永警官，但没叫那警官都打过架。这件你画的。 We don't want to live in a city where you have to bribe a fireman to put out a fire in your house. 是我不对，全是我不好，我是混蛋，醒来吧！为了他，你还可以付出多少？